것처럼. 天云大陆天邪道道主，为人心狠手辣。他所创建的天邪道修炼的全部是邪恶功法和武技，本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。哼，天火拥有者，原来只是这么一个弱者，现在还解决不掉，哼，可真是丢人呐！说完了吗？你到底帮谁？当然是帮你了，帮你这个笨蛋，我才可能有好处呢。别废话了，你先缠着这老东西，我来对付这小子，保证你的人皇经原封不动地还回来。人皇经先拿出来吧，至于你体内的宝贝，有了我的紫玉来世这毒药，我可以慢慢熬，熬到你说为止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薛无邪，你卑鄙无耻，我给了你人皇经，你还想杀我灭口？慕云，你想栽赃给我，我立刻就杀了你。就是，我只是让你逼问他人皇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孟一凡，你这是何意思？我在用紫玉来世帮你。还想诬陷我？来世二字就是告诉你，即便是来世，这毒也会让你铭记一生。君无邪，他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绿影血宗的人皇经寻不回来，你天邪道就等着我绿影血宗的疯狂报复吧。你真是猪脑子，让开，我来询问。你是谁？慕云，你如何获得天火的？我坠入到雷鹰谷内，侥幸未死，巧遇此物。这天火似乎被人封印，无主意识，我便花费3年时间将其炼制。很好，那你身上有什么灵魂类法宝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宝贝？圣丹宗封天鼎。封天鼎？好，此封天鼎不仅能够炼丹，还能够炼气，简直是少有的宝贝，归我了。快问他人皇经。人皇经藏哪儿了？人皇经我已经是交给你了。好你个君无邪，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可能，他胡说，他根本没给我。之前几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好好的，明显是被你控制心扉。最后一个问题难道会有假？这可是你自己下的蛊，难不成还有问题？我的蛊根本不可能有问题。这小子我一巴掌劈死他，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装的了。住手！孟一凡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哼，人皇经交出来，否则我绝不答应。你这头蠢猪！到底如何才能脱身呢？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不然他们
印。